你的被子就是一个防护罩，我不能把脚胶伸出去的那种感觉，脚胶伸出去就要被抓走的那种感觉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喵，好，我们回来我们的乌拉罗尼基救密斯特利，怨念也随便。OK， 来开始我们继续我们的故事，希望他不要给我翻车。女生的厕所哪里有奇怪的异状呢？你的透视图画得很奇怪，没有卫生纸。讲实在，我不知道干嘛，还是他准备吐了。谁知道了？谁知道了？马桶中有一个奇怪的大脸，但是打开那个盖子的女生没有看见，似乎就要这样直接使用了。不是，等一下，吐槽点真的太多了。好，他走灵异路线是没有问题啦。那他如果要打开来开始使用，你关个厕所嘛，其他人都看得到欸，你为什么要开的门的状况下使用厕所？门嘞？门在哪里？而且，好奇怪。不是，你知道这语气，你知道毕竟这跟屎尿屁有关的东西，扯上灵异的东西，总觉得好像哪里怪怪的。虽然确实厕所有蛮多很经典的灵异的东西，也蛮恐怖的，但是这个真的有一点好笑哎、欸。啊，他的日文是使谁是附身在这个家庭里的人吗？又开始看他的手手是不是不一样，眼睛颜色，哈，这边有奇怪的脸吗？啊啊啊、不是，等一下，完蛋了，我们才说希望他的故事不要越来越糟。OK， 今天我们是要来那个找茬游戏，可是某方面来说也蛮有趣的啦，就是。有很意想不到的地方，是什么意思啊？难怪他这个系列要做出，就是当你知道时会有动画声，因为知道他嘴巴里藏东西啦。你吃了什么？在女儿的口中有什么东西往这里看着？不知道他是在找出去外面的时机，还是他只是想要跟着一起拍一张照片而已。所以其实那个，其实我知道他的女儿其实只是一张皮而已，真正的本体是这一只才对。不过你可以不要用阿黑眼吧，哎，他手也是阿黑眼的动作，哎，好烦躁、啊。他看到的人是谁呢？往他视线看的方向，哇，今天是灵异主题是不是？哎，他头转弯的速度也太快了。这个是那个女生看到的世界，荧幕上有什么东西往这看着，是这个世界奇怪，还是那个女生奇怪呢？她开始作文了。哎，不是啊，你在荧幕上看到这个，讲实在真的没什么好奇怪的吧？现在恐怖片嘛，都真的，这什么恐怖电影啊，什么一大堆电影的预告也都在这种电视墙播来播去啊，你就算真的突然看到这个也不会怎么样啊。可是说实在的，真的，你知道，毕竟很多人都对恐怖的成分那个。哦，就是遇到恐怖的电影啊预告都不敢看，怕恐怖的人蛮多，讲实在我以前也真的还对这些也是蛮恐惧，我现在稍微好一点点，但是我还是不能接受血的部分，所以我还是会避开这些预告，因为毕竟多少还是会有血。那但是就是讲到这个重点来了，你常常就在捷运上，它不是会有那个有一个小电视，就有时候他就会播那个恐怖电影的预告，然后就很不想要看，然后听到那些尖叫声，就觉得这些真的超级讨厌的。违和感在哪里？哦，总算我就想说奇怪，我之前是不是都没念标题？所以以前真的是写违和感，刚刚那几个才是在想问说，哎，哪里怪怪的啊？不是你们家也太乱了吧？全部都是垃圾，魂旧爱平等啊？没有，他们中间少一个人呢、欸，被垃圾包围的一个老夫妇嘛，啃奇怪的脸吃着饭。中间少了一个人，啊，出现了，结果才真的都是灵异的东西。不是，你的脖子也太长了，这看起来好像那个剑子的画风哦。明明只有夫妇两个人，却准备了三人份的食物，也就是说，
这对夫妇看得到这个幽灵。这个夫妇在数年前因为交通事故的关系，小孩子过世了。从那之后，他们就变得非常的奇怪。所以他到底是小孩子变恶灵呢，还是我发现他后面的符也变了，魂中间贴了一个符咒，不知道这个到底算不算是，其实搞不好这根本不是他的小孩，而是他当时抓走了这个小孩的一个恶灵，然后他们也要他要再间接的去抓走这个夫妇之类，所以算是有点被附身的之类的状况。某方面来说，现在这个走向也蛮有趣的啦，如果他刚好今天这整个十篇故事都是同一个内容的话，之前都是自杀毒杀自杀毒杀，现在是幽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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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哈哈哈哈。我真的觉得今天都是幽灵幽灵幽灵，哎，太集中了吧。在祖父的家看到了什么奇怪的东西呢？咕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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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要开始寻找幽灵在哪里，谁知道啊，这个真的要找到了找到了找到了，不是 你这里也有放啊，把这里刚刚把上面贴了一个符，然后这边放了这个，我就看不太懂了，感觉日本有看过那一类东西，但我不太确定那个紫色包起来上面还弄个结是什么意思。他说也是除壁的哆啦 A 梦，有东西从敞开的衣柜里往头探出头来，好像似乎在往这边求救的样子。所以这个房间里是藏了什么东西，所以导致他需要再求救，还是他其实是被封印在这里的部分？可是他把这个爷爷给封印了耶，然后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？这个感觉要他们的文化才比较了解。睡起来很痛苦的原因，你的娃娃没洗，不是你的被子没洗，你就快要滚到床。我刚好像知道什么东西。他的床底下有东西，他怎么长那么奇怪啊？这什么啊？哦，他是女生哦，我以为是一堆矿石组成的东西。床底下一个怪异的女生的脸探了出来。就在这个晚上，我变得看得见了，是这个意思吗？不太确定，还是我看见了，还是他对，还是他是指我这个晚上我突然看见了之类的意思，大概是这样的意思吧。OK， 所以他的床底下藏的东西，不过这个真的是小时候大家都会觉得，就是你的那个小朋友就是觉得啊，好像床底下是衣柜，就你在睡觉的时候会东想西想吧，你就会觉得你的衣柜好像会爬出什么，或者你的床底下会爬出什么，还有就是觉得你的被子就是一个防护罩，我不能把脚脚伸出去的那种感觉，脚脚伸出去就要被抓走的那种感觉，因为毕竟你在睡觉的时候是你最脆弱、最无防备、最没意识的状态，所以难免都会有一点乱想的这种成分。在啊，住在游泳池的怪异里是什么？那就直接指游泳池啊，都已经讲游泳池了。他是一个金发妞哎，左下角的，这个人我倒是完全没变。游泳池的怪的幽灵，在游泳池中有一个很大的怪物，正在游泳的他并没有注意到这些。并就这样的直接往他的口中潜进了。不是啊，如果假设他今天真的看不到的情况下，其实这种灵碰到了的话应该也不会触发吧，除非他真的是有意的。可是如果真的有这种情况的话，你会看到一个人凭空消失，太奇怪了吧。好啦，反正这种东西本来就是不可能解释的东西，所以他看得到他被吃掉。可是照理说一般来说就是毕竟我们没有遇过真实的状况嘛，以那种漫画电影的角度来说，通常这种看得到的人，其他人看到走过去也只是穿过去而已，所以好像照理说也不太会怎样，反而是这种看得到的人碰到还会有所接触到的样子。不知道啊，反正这都是虚构剧情，那真实情况不了解也不想了解。在早上的学校里看到的什么东西？你已经看了袋子，就只有袋子有东西啊，你带了什么东西出门啦？你其他是不是有什么奇怪的东西啊？而且你的画后面画怎么越来越混了啦？我知道我现在在看的是他的画有没有太混，好啦，还勉强可以啦。这一张勉强可以啊，前面那一张有一种你怎么这么混呢、啊？
运动包包中有一个人类的脸在那里笑着，他的眼睛有血流出来，将包包染污染了。啊，这样子包包很脏哎、欸，这个包包你就直接把拉链拉起来，然后丢到焚化里丢了。没有啦，开玩笑的啦。可是说实在，这个也不，这个你知道，真的，你知道我其他东西我常会做一些评论啊什么，但是这种灵异的东西，毕竟你不会遇到吧？我要评论什么东西啦？如果你真的今天突然打到看到有包包有一张脸，第一个反射性的动作，真的应该是把拉链拉回去，然后就我觉得我今天网络用够多了。在体育课中发现的怪异现象是什么呢？你的那个跳马是浮空的，透视没有画好。啊，一定它后面有什么东西？竟然是旁边吗？竟然在这么诡异的位置，它根本是找一个这样。我抓到它的诀窍，你只要开始觉得这个画面这里怎么空空的啊？是不是这里有什么东西？还真难知道，这里有什么东西就可以知道它了。欸，他一定要指到这个点欸，就你看指他屁股不行哦，一定要指到脸的这个位置欸，就范围其实刷蛮小的。然后每个人看到第一个反应就是先回头装作没看到，然后又要硬要偷看。在体育训练的期间，跳马的旁边有一个东西坐着，不知道为什么他的背影看起来相当的寂寞，他也想要一起跳，还是单纯就是他的前世跳不过去这个东西，看到就是我不要，我不要，我不要跑酷。哎，这是我，那个是不要跑酷的是喵哈才对。可是我好像，我没有玩过这个，要用玩吗？我好像没有，我体育课没有遇过这个东西，也就是跳马部分这个东西，我也只有在日本的漫画里头有看过，所以。台湾有这个东西吗？应该说台湾一定有这个东西，但一般的体育课会上到吗？我是没有啦，你们有上到吗？这个东西我现在只会想到就是那个柯南的杀人事件，有一个书体就藏在这里面。废墟里奇怪的地方在哪？废墟里出现什么都不奇怪吧？但是依照他的逻辑，就是这个空空的地方，其中一个地方会跑出来就对了。竟然没有，原来正后方，欸，又要开始找他那个奇怪的敏感，我是说，是靠近他的地方，哎，哦，这次画风很精细耶，哇，哦，等一下，那画风差异也太大了吧？所以他被附身了吗？头发好长哦，我总觉得他好难，这看起来有一点男性的面孔的长发，哎，就是有一点难得，还是他其实是一个非常愤怒的女性，不太确定。在后面有一个恶灵附身在那个女生身上。在那之后，那个女生的去向没有人知道。完蛋，我们那个礼拜三才发那个都市传说，现在我们连这款游戏也要变恐怖系列了吗？虽然我觉得目前没有很恐怖的，你们会觉得很恐怖吗？应该还好吧，没有很恐怖吧，就是还蛮有趣的啊，就是有一种 OK 就异想天开的世界。不过这样真的就是这种恐怖的，好像真的比较快一点点呢。速度一下噗的就结束了，所以我们现在已经剩下最后十个，我在猜他光这个就是试胆了，所以我在猜后面的十个应该也是这一种方向，但是至少不错啦，我觉得他至少比那个细思极恐用心一点，因为细思极恐他到一半的时候就已经变照片找茬，这个至少他也是图画的故事，然后我觉得灵异也无所谓，就是也有他的趣味在，还蛮不错的，如果他中文化的话，其实是可以推荐给还没玩过的人试试看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一集结束啦。那下一集这一款游戏就正式结束。那他这家公司是还有其他东西，或者是我也可以找一下其他类似的游戏公司的这一类的手机游戏，我们可以再继续来玩这一块的部分。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先到这里结束，谢谢大家收看，大家拜拜。